啃爷爷家的小烤鸡儿，价格还是蛮合适的。我怕吃不饱，又来了个汉堡包。我先来口汉堡吧。哇，看看，汤汁好丰富。哎呦，流下来了。哇。脱骨了，来口肉，我本来今天还想吃肉八宝的，没了，反正宅急送也没有。我不是满口流油加爆汁儿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奥尔良口味的烤鸡翅膀了。嗯，你说人家这个鸡怎么做的，真挺好吃的。鸡胸脯的肉不知道柴不柴，来上一口。入味了，但是有一点柴，不要大意喝。这手套就是一只，我本来戴那个手套，哗啦哗啦响。我记得之前他家和爷爷家出了一款，就是炸鸡架，叫些什么，哎，就是辣的口味的炸鸡架。那时候半夜天天点，我们这边肯德基营业到11:30，半夜天天点着吃。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就没有了，我看最近他好像又出现了。那个鱼这三角骨就是吧，我看人家吃鸡吃得很优雅，我也想那样，但是还不会。那咱就说肯德基的这个沙拉酱就不能多来点。
就是吧，这个我订了什么藤椒味的汉堡，再加上它这个，好好吃。小伙你经常好过瘾，最后一口了，嗯嗯。哇，今天这顿真的吃的饱饱的，一只小烤鸡，然后加一个小汉堡，再加一个小可乐，拜拜。